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韩路苗。那这期视频呢，继续给大家跟踪报道开挂的这个事儿啊。因为这个事儿呢，我昨天也是把 CF 下回来了，接了一个账号，本来想上去打几把出一点素材啊，结果呢，这个打几把打的是汗流浃背啊，也是一个枪王段的一个号啊。那我想还是稍微的练一练再那个吧，再录一些素材。然后我又找了一些以前的素材剪一剪，然后继续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儿啊。这个事儿它最有意思的一个点，也是反转的一个点来了。为什么说 CF 广军他开挂把职业队打了之后，吊打之后10-2之后呢，又要约线下？因为他手里有一张底牌。那什么底牌呢？是因为整个事儿它是一个剧本。AG 那边找到广军，想让他们搞一个剧本，把这个70呢，他这个热度给他提一提，搞得热度高高的，大家都知道了70来到了抖音，后面也知道去抖音去看70的直播，也做到一个引流吧。看的人越多，收礼物这个收益可能就相对来说就会更高一点。那这个事儿呢，他就找到了短视频平台直播的 CF 广军，他这个团队也是隶属于这个短视频平台直播的，约一个剧本也是写得很详细啊。第一局谁赢，第二局谁赢，职业队这边呢也做好了一个沟通。打完之后呢，情况不理想，打的之后感觉一是对面太厉害，咱们这边职业队感觉太没面子，第二就是感觉他们真开了，这个热度呢已经远超了他们之前预想的热度啊，热度也是越来越高呢，他们就打算不再按照这个脚本往下演了。再个来说，他们也是真的开了这个东西啊，就开始给自己立人设啊。他那边是挂，然后呢广州这边一看，哎我操，你说好了按照这样演，你不演了，说整件事呢他其实是一个剧本，报了很多这个聊天记录啊，导致大家都有一种被欺骗的感觉。广州这一招呢也叫祸水东流啊。70这边呢，他们的主观意见就是，我虽然说我们搞剧本了，是我们搞剧本了，我们有点不太好啊，我认为不太好，搞剧本了，欺骗大家了。但是呢，他们开挂这是不争的事实啊，他们确实是开挂了呀。你们不能因为我搞了这个剧本，我打了假赛啊。你想这个打假赛和开挂哪个更恶劣？其实就事论事啊，在这件事上，我感觉你这样搞剧本欺骗大家，尤其是现在闹的这个满城风雨之后呢，你还不及时的告诉大家真相，一直是让这个舆论持续的保持下去，自己呢也是一边立这种非常正的人设啊，就是抵制外挂啊的人设，就是我们每一个玩家也是，无论是你是吃瓜的还是怎么样，肯定抵制外挂，咱们要站在正义的一方，对吧？结果站在正义的话反而被耍了，被利用了。在某种程度上它比这个开挂还要更恶劣一点，但是开挂也没得洗啊，开挂也是非常恶劣的一件事情。但是呢，在这个事情上呢，这两边可以说是全员带恶人啊，就是一个广军可以说，我这边为什么我要开挂，因为我要配合你演戏啊，如果说我不配合你演戏，没有这个事的话，我就不需要开挂了，对吧？我也不需要给你打这个，虽然说他们以前怎么样没人知道，对吧？因为我感觉在这个事啊，70-80%的人就根本不知道 CF 广军这个人。准确来说呢，流量虽然说是赚到了，但是负面的流量那没啥用啊，对吧？就像当初这个马蓉一样，对吧？全国都认识他，但是有啥用的？没用的。就无论说你开挂，你之前开挂为什么就因为这个事反响这么大呢？是因为你开挂之后非常嚣张的这个态度啊，就像当初卢老爷一样，当时在吃鸡大火的时候，一线主播啊开挂的不止卢老爷一个，但是最后被封杀的呢只有卢老爷。只有卢老爷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就是他开挂之后呢，又什么一系列的事儿，大家都知道啊，那个事儿，你们无论是观众啊，吃瓜的观众啊，还是说这种反正是正义的群体的一个愤怒，结果呢，这个事儿被耍了，就这件事儿就事论事儿，也是让我们感觉到也是被猴耍了，戏耍之啊，就连我也是被戏耍了，因为我也是像以前一样啊，站在正义的一方去谴责你啊，开挂，开挂是不对的，但是这件事呢。也是被戏耍，不过呢后面也感觉到，哎呀这个事真有意思，现在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呢，但是我觉得呢，广军祸水东流之后呢，我感觉他的这边的状况会好很多，因为在大家的矛头一转，他突然感觉，哎我这边还可以的，我就装作一个受害者呗，我这边貌似慢慢的又可以的，因为他现在的人气确实是很高了，因为别人预先打假赛在先，所以说他这边这个情况得到了一定的缓和。然后呢70这边呢，我虽然说我打了假赛，但是他那边开挂是不争的事实，我们这边呢，我们依然是正义的一方，我们依然是秉持着一个正义的一个态度，我们依然是抵制外挂的，所以说后面才会出来这样一系列的事儿。那这个呢成立不成立呢？我觉得呢无论怎么说还是说欺骗了大家的这样一个感情，这件事最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呢，这个还未可而知。
就算是这个事儿没有热度了，但是大家心里都会记得这个事儿，对吧？你后面再搞一些什么花里胡哨的，大家都免疫了，对吧？然后很多东西再一出，又说什么这样那样的，就是大家都完全不认可这个事儿了。你把大家你耍过一次，大家可能就以后再也不会相信你了，就这样。所以说这个事儿影响还是挺重的吧，但是对于我们吃瓜群众来说，我们还是秉持着一贯的立场，抵制外挂，但是我们更反感这种欺骗。好，那就是本期视频呢，给大家带来一个总结吧。那我就是吃瓜第一线啊。